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凡事顺服主，心中平静柔和，无轻易发脾气。诗篇37篇第8节：当阻止受气，离开愤怒，唔通心怀不平，一直做歹。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，淡薄无如意，就发起脾气来。伊检讨原因，认为每一摆发脾气，拢是由于别人引起的。伊为了要改善家己的修养，因此伊决定一个人秘放深山内修身养性。有一日，伊拿着水罐要去河边舀水，一不小心就将堆满了水罐的水打倒了。伊只好搁再去舀水，但是行到一半，搁将水罐的水舀到规涂骹，连续3摆拢是安尼。伊一个生气，将规个水罐摔伫个涂骹破去了。伊看到碗底的碎片，自责地讲：“我以前发脾气，拢以为是别人引起的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也是发安尼大的脾气。可见脾气毋是别人引起，乃是家己心中生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当人要将这个错误推予别人时，往往家己也是问题的根源。好好自我检讨，按心内顺服，才有真正的和平。你当耶稣在心中作王时，问题才有真正的解决。咱三甲来祈祷，阮的天顶的父上帝，阮来甲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祈求你的慈爱甲怜悯。阮常常对人心存妒忌，甲家己无公平，真容易发脾气，伤害着家己，也伤害着别人。求主帮助阮，常常倚靠你，控制阮的情绪甲言行。无轻易发脾气，予阮全然地交托，心中有你的同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